小福，就剩这几个饺子了，我来包，你扶夫人回屋歇会儿去。去，夫人，啊，回屋吧。我在这坐会儿吧。我若进去，她更难受。要我说啊，像总和这样好的人，也算有罪过的话，那我们这些人就没活路了。 不说这个，他和孩子二叔都知道，他们顶撞皇上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带送京师。